各位师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坛子，各位天贤，大家好。谢三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，去感谢呢各位天贤给慧学机会学讲。我们今天开始啊，就是要讲这个道德经。我们六祖坛经呢，在上个礼拜已经这个讲完了。那我们呢，已经把整个讲完了以后啊，又寄很多DVD、CD， 还有 MP3 呢，已经也做好了。那先我们有寄200套，是准备呢给崔老等人是送给外国道亲啊，那。